商业大楼7.5万元整合贵位，台中时登进出现零平一转。房地产交易无奇不有，近期台中时登出现一笔诡异交易，土地建物面积皆为零平移转，总价金额7.5万元，让人雾里看花。零平根本就是没有移转，会不会是假交易啊？这怪异时灯就出现在自由路二段台中商业大楼低楼层，该栋大楼为1944年的住商混合大楼，地上共11层，低楼层商场近乎闲置。近年平友资产公司急于整合低楼层产权，按时灯资料显示，该笔特殊物件位于2楼，总价7.5万元，土地分为自由路一小段ED号、ED号、12D 号。土地移转零平，建物移转是零平。苹果新网询问主管机关表示，实物面不可能发生零平移转。台中市地震局表示，经查阅，该物件因为整合持分案例，调阅资料因为百货柜位，实际移转面积是1000万分之1平。但因时灯系统仅能显示到小数点第二位，因此才出现零平移转，实际上不可能有真的零平交易。该笔持分交易无法显示也是前所未见，未免民众资料查询误会，已先行下架列为特殊案件。这栋老旧商场除了有住宅与办公室的使用空间外，还有百货餐厅等，过去曾开设财神百货，也有地下美食街等。该大楼最大特色是圆形塔楼，作为大楼的观景地点，如同签约大楼、金沙百货，也就是现今里方爱美酒店等，都有着类似的设计。然而随着中区大环境的没落，台中商业大楼进驻的财神百货也于1996年歇业，取而代之的竹坊百货也开张没多久被歇业，目前一楼则作为特卖会及仓库空间，楼上空间则作为套房与办公室租售。该栋住商大楼房市交易主要以套房居多，那每一套房大约100万至150万元，那套房出租的行情大约有5000至8000都有，吸引不少投资客的目光。台中市的中区近年逐渐复苏，那旧有的建物不但拆除进行租跟拆除，因是为了整合产权，那增加所有权人的方式，以掌握未来重建胜率。